妈妈在做什么？在摸鲤鱼啊，你刚才没有看到？九一啊，刚来了。我刚来啊。哦，这像是吗？甩到掉，好，倒nước đi。ui sờ。哇，煮那么多吗？阿妈在煮绞肉啊。他喝酒太多是吗？他就是爱吃宝丽达，就那个，就那个嘛。就宝丽达会死掉？是的，肝会硬啊。喝以后习惯了没有？喝糟糕了，跟吃药一样，不甜了。我不叫你喝，不是我不。我们人不喜欢喝酒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阿妈那不爱喝的嘛，要喝喝好好啊，酒好，不要乱喝，喝了还是会死掉。哦，这不是假的哦，你是阿妈来管你，阿妈这大家很好好啊。我以前啊，跟三餐，我那喝好酒，好喝啊。宝丽达不要，不要，我就是喝那个高粱酒，还有一个吊酒。我卖面，我卖四十几年的面。是。我吃那个好好。阿妈煮一锅煮全部啊？不完。两箱太多了。哎呀，这做满满的后啊，那你吃不完啊。这个要煮多久才可以煮？八个小时。八个小时啊？八小时。我等一下来弄好它的煮熟，我都晚上半夜啊，半夜就好。煮这个阿妈叫什么？金鱼，温鱼。什么？温鱼。温鱼啊。嗯，对，温的鱼。温的鱼。哎，温的鱼。金鱼啊，金鱼温的，金鱼温的鱼。好多好多出来了，你看。这个是鸡腊鱼吗？哎，金鱼，他们客家人讲金鱼，我们鸡腊。鸡腊鱼，鸡腊鱼。con này ở Việt Nam gọi là cá diếc đấy các bạn. Còn ở bên Đài Loan gọi là chi la úy. Chi la úy. Chi la úy. Hào hào chư. Hào hào chư là rất là ngon.还有吗？我来回来弄，我回去弄，等一下还弄。哎呦，小心，锯到手了。嗯。我来煮啊，我来弄，弄了煮过明天了，叫他用。
好，啊，里边坐。嗯、啊，进来，你走开，我倒水。倒掉。倒脏的水。好了好了，进来进来进来里边。哇，起不来啊！怎么？太累了，喉咙硬硬啊，痛。小硬硬。痛啊！我开水是吗？哎，我关掉。少人加芳芳这汤热入来内底，啊，那烫啊，那鞋啊，它袂水就滴在内底，吼，甲放落遐。放遐。嘿咯，就安尼放下，就莫倒来哈。哦，啊加芳者，放下则袂水滴啊，规涂骹，臭臊。好，啊里边坐，里边坐。